我生于节骨同辰之日，是凶险的双煞命。你真的相信生辰八字可以算出人的命吗？大部分人可以。那什么样的人不行啊？我。爹只是不愿意臣服于你们，你的人却屠了我全族。给我把他们逮住，不论死活。你明知那女人阳寿尽了，却逆天改命，冒犯天机。有些事